好强，中气十足。而且他，你怎么刚睡醒这么有精神？对呀，我们这一次又来到了另外一间缓慢第三集，因为我们已经连续住了三间缓慢了。他每次都在非常的深山，深山中的深山里面。然后我们每一次到哪里都会下雨，雨越下越大。我们先进去，我们现在要住这里。还有东西要帮忙拿的吗？没有没有，没关系，谢谢。雨越下越大，快快快！对对对，你要一起撑吗？快快快！豆哥在唱那个 Rain Rain Go Away Come Again Another Day。谢谢。今天下的非常的大。他今天真的没有在跟你客气的，这个雨。真的。我才刚停车，然后门打开，他就你到了，啪，下了。啊，雨那么大，对啊。你怎么已经在里面了？我们这一次入住的房型。你好顺啊！我还以为你要顿一下。好，我们入住的房型。我们这一次入住的房型呢，刚好就是一个四人房，再加一个两人房。因为我们这次跟家人一起出来，他刚好给我们的房型是有一个小客厅，然后呢外面呢还有一个算是游戏区吧，我觉得超棒的。我觉得他真的是每一间都走不太一样的风格，他这一间比较是有一种小木屋的感觉。欧洲小木屋的感觉。对，欧洲小木屋，然后它就是用黄色的漆墙加上木纹。他们的概念就是不要让你用手机，也不要用3C，不要看荧幕。他每一间都会放一台 CD player， 然后放一个古典音乐，然后像这一间他放的就是一个人弹钢琴弹到睡着，一个很缓慢的感觉，缓慢民宿。可是因为我们之前去住那两间，他都还有电视哦，这间是直接不给你电视。之前那两间是电视给你，可是频道很少，他会跟你说没什么电视可以看。然后这边呢就不演了，直接就不给你电视了。直接不给你电视。他这里有写啊，虫鸣和鸟声是最好听的歌，庭院里仰望星空，收获是最简单的满足。你如果用3C的话，我们会找石头丢你。哪里谁？他的厕所也是简单、干干净净的。真的，今天这一件真的是很欧风哎。对啊，这真的是很有欧式乡村风。今天是很欧式的乡村风。它这里住宿分成两馆啊，这个是本馆，然后本馆的一楼有两个房间，然后因为两个房间都被我们给包了，所以等于说它中间的这个公共空间也是我们独享的。包场了。正常的时候，我们很怕豆哥在这边这样子叫会吵到人，今天就不用害怕了。对，吵死了，会吵到我。多可爱啊！看一下这个空间，多可爱啊！可以在这边玩扮家家酒啊，还是看看书啊。啊，因为他们这边很常会跟比较专业的书商做一些绘本的配合，所以他们选进来的绘本都是我还蛮喜欢的。我之前住了几次都有偷拍他们的绘本，然后再上网去。绘本好可爱哦。对啊。好，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一台饮水机让你用，所以我们不用自己再滚水。然后还有附一台冰箱，很大一个。啊！怎么上面堆了这么多杂物？这都是我们自己带来的食物，因为我们知道说它这里没有泡面，其他几间它有那种诚实商店，可是它这一间没有，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就搬了很多泡面跟零食上来。哇，这雨真的是，现在4:20，我们等一下5:30要去吃晚餐。爸爸。现在5:30，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。然后像他从民宿这边啊，基本上感觉有一个小捷径从他的里面这样子穿过去。然后他这边全都是种香草，各种的香料都在这边，一个小花园。
还没有薄荷，然后有 rosemary， rosemary 在哪里？相信我，有 rosemary 这里啊。对， rosemary， 然后有 thyme。住在这边的话很开心，你如果想要煮饭的话就来这边拔草就好，我们自己在家养的话都养不起来。你现在那个仙人掌都感觉要被你吓屁啦，仙人掌还被我种死。我就说你可以买假的就好，你硬要买一盆仙人掌还要买假的。你就是你还不如叫我之后都养石头就好了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你可以。啊，这个穿着他的雨鞋，难得雨鞋派上用场。那雨鞋很可爱，看一下雨鞋。Cause I've been spending all my time to figure out just how. 哎，它这还有个小森林步道哎。你去走，去走，走走走。好，可以回来喽。你没有要跟着我走啊？我怕有蜥蜴。你这。啊，我们到我们晚上吃饭的地方了。也太美了吧！哎，你看那个光。这样照下来好美哦，真的有巴厘岛的 feel 哎。对啊，我要郑重声明，我今天不是要录大胃王的美食。你在深山里面点成这样子太夸张了啦！我是为了要吃到每一样东西，所以我才带这么多人来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旁边一点人都没有。有，不要误会我。只有我们两个人，跟旁边有两只三枪，还有台湾猕猴，就这样子。它这有红酒炖牛肉，然后还有烤拌鸡，然后还有烤猪排，然后又有这意大利面，然后还有那个鸡肉薄饼哦，对，它这个也是蛮特别的，它这是迷迭香鸡肉薄饼，然后还有一只中卷，一整只的中卷在那边呢，有看到吗？那中卷意大利面，它真的是一整只的中卷，然后跟意大利面两个就这样子不相干。可是我觉得它摆盘蛮漂亮。它其实刚刚还有一个烤蔬菜，我也觉得看起来很棒。可是我好像真的有点觉得很多，所以想说有啦，我们有蔬菜啦，炸薯条。好，我们今天没有一道一道介绍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七点还要赶着去他们那边有一个活动要集合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把这些东西吃掉了。对，因为他只有一个人，真的不是我自己的战斗力。我们时间不多。Hey, at last. 哎，等一下。你在接我的吗？对对，哇，这么酷的油灯！我们这个导览是有带语音导览的，就是会带耳机，但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好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简单从简，就是直接去搭旋转木马这样子。OK 哈，那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哈。好，谢谢。你也，我们去看旋转木马好不好？然后现在刚好这个提灯，对呀、啊，好可爱哦。一边走，那边跟豆妈说鬼故事。你知道以前的人的假发，不要，其实是用真人的头发做的。我灯自己快熄掉了，很可怕。那火力可以调整，然后火力可以调整，帮我调大一点。怎么调？看一下，看看这个。往上转，它就变大哦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我。你说以前的人呢，他们的假发是用真人的头发做的，然后你们一般园区晚上就都没有灯这样？对啊，他们就开到晚上六点多就休园了。小心阶梯哦。你现在要去把灯打开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哦。那个打开。阿烈，倒数。没有，他还在照明中。看一下，他看不到开关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漂亮啊！好漂亮！他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。Yes, yes, yes.Like the moon i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 I just wanna love you, just wanna hold you, just wanna be with you till we grow old. You tell me you'll stay or take me away. I want you for myself every single day. Set my world on fire.
有一只青蛙。这应该。Surprise！ 跑走了，跑走了。So scary！ 你觉得我们要改名叫做一家，很容易被吓到。还捧腹大笑。对呀、啊。哇。地方就是我们早餐现在在这个菜篮里面，然后我们要去找一块风景不错的地方坐下来野餐。豆哥拿的那个就是野餐垫。来呀！豆哥，讲一讲。这现代人的野餐可是自己都不需要准备。然后他今天早上是做猪肉可颂，然后这些是饮料。对。这是热茶哎，它有分热茶跟冷的，我应该要叫它全部都给冷的，说忘记了。然后还有奶酪，他们手制的奶酪，然后还有这个 salad in the jar， 什么 salad in the jar， 什么 salad in the jar， 谁在 jar 里面 ？salad， 讲几次？好，所以你就是把这个沙拉酱倒到罐子里面，然后再盖起来摇一摇。对。哦。Shake, shak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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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ake,
哇塞！哎呦哎呦哎呦呦！打我一拳干嘛？豆哥很帅，我觉得。他这个园区真的很大，会有一些商店啊，然后有一些市集啊，对啊，卖他们这边的肥皂，还有一些香草盐，可以到这边使用看看。哪里？按摩霜。哦，也可以按摩哎。哇，免费按摩，现赚1200。像这样子化开，然后你可以用我们的指关节由上往下带。那其实完全不费力，因为这种是水霜。我知道别人帮你弄的时候都很舒服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之后，它就会喷出薰衣草的香精。不是酒精消毒吧？它就是让你说可以按下去，然后晋升，然后再。这不是因为疫情之后才盖的吧？不是啦。哦。你好像被喷了杀虫剂的感觉。可是真的有微微的那个薰衣草的味道、啊、哦，有薰衣草味道，有有啊，有微微的薰衣草味道。You want more? Mor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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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gain, again. 我就觉得蛮有喜感的。哎、欸，所以你说这个活动叫做森林漫步体验。森林漫步。然后一般都是你们发那袋子给我们游客，然后自己去。然后那个袋子是可以带回去的。里面会有一罐香草水，这个也可以带回去。OK。里面的话还有一支听诊器，然后这是要归还的。听诊器是怕走到一半觉得心脏不太舒服。它是这个漫步包的重点，就是要去听树的声音。哇，树有声音。最近的话就是那个猴子，猴子在这里，直接在那个许愿树上面许愿。它不是去摘那个樟树的嫩芽吃，因为那时候是冬天，比较没有什么食物吃。所以那只猴子没有蚕豆症，蚕豆症应该没有啊。这个叫做台湾金狗毛，金狗毛有那么难听的名字？就是你在野外不小心受伤的话，找不到金疮药啊，或者是擦药的话呢，找这个金狗毛，然后呢把它的毛呢涂抹伤口，就伤口会止血，然后会好的比较快。它的毛是什么毛？它的毛吗？现在没有，是金毛。好，是哦。还是这个。哦，你们可以摸摸看，像不像狗的毛？涂一点。哦，它是。毛毛的，它其实这个不是，没关系，这其实也不算是毛，它这个应该是鳞片。这
这是鳞片。对，我们的头发也不是毛。哦，对哦。我们的头发是毛鳞。用鳞，对。对对对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大家待会也可以摸一下，它有点像地毯感。不是，这不是青苔。这个叫做地衣，它是真菌类的混合。它只要呢长在一个空气很干净的地方，它就会生长。也就是说，你来这个地方越多树长这个，就表示这个地方的空气越好。哎，姑婆芋可以吃吗？可以，嘴巴会麻麻的，然后之后送医院，之后送那个徐国勇。谁吃过一次？徐国勇啊。如果呢，它是可以吃的芋头，会产生毛细现象，有点像那个荷花。可是如果它不行的话呢，倒下去那个水就会散，就会跑掉，它不会变成水珠。对，会像这样子，会散掉的，就不要吃。哎，三枪叫是什么声音啊？你们今天早上有听到吗？我昨天晚上，早上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一种像狗叫声，但是是一声一声叫的？真的？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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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就是三枪是吧？对对对，它是这样。同一根树干，不同的面其实会有不同的声音。我现在用这个听诊器听树，来任何一个树都可以吗？这边有一颗，来，你按着。所以这是里面的。对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在包包里面。我以为说奇怪，他怎么会带这个？哦，再听一次。没有。是真的有声音吗？有啊，有啊。他刚刚说你想要干嘛？有没有听过就是那个木头被白蚁住的？哎呦，律动啊，有一种流动的感觉，它有一种的声音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读什么森林系的吗？还是不是，我是外语。所以你这些都是来这边之后才学的，是不是？来服务生业的。是英文吗？还是什么？英文。所以刚才那一些你全部可以用英文再 repeat。有点难度。直接逃跑了，直接逃跑。它这也是一样，可以就是帮你刻定行程的概念。只要十个人以上，然后你想要导览的话，可以跟他们约一下。对对对。你就会有私人导览。我觉得对，有私人导览还不错。你真的，他讲得非常详细。你就会带一大票小朋友进来这边。小朋友的带法要不一样，就会说直接、我们来摸摸看。对啊。这里随时都有昆虫出现。这里有一只蝉，它刚从它的壳里面跑出来，现在在晒干中。上面那一颗就是它的许愿树，然后有一颗钟可以敲。你真的可以来这边许愿，听说那个许愿树是创办人。他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有上去许愿说，开一年这个地方不要倒掉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结果就是很顺利的，一路开到北海道都是民宿。哎，我们要上去许愿说，我们的那个频道一年内不要倒掉，怎么破百万？一年内不要倒掉就好了。好啦，对啊，不要倒掉。我们现在在他们的年轮邮局，你住这边呢，他早餐就是会给你一个明信片，然后你可以来这边寄。他很特别，是说你可以选择说，他可以变成一个 time machine， 几月可以寄给你。他最远可以选在五年后寄给你。我觉得我们要激励我们自己，我现在写一封信，五年后，然后叫他寄去地堡，然后到时候就会有一个陌生的阿伯拿到这封明信片，对，是瞎了，是这样，啊，明信片，阿奶吉交拜。他们信箱就在这边，你要什么年份跟月份，他全部都写在上面，就自己挑一个。对对对，是我们投递寄出的时间。为什么只有这个写了一个寄不出去的最思念？那个的话，主要是因为你想寄的人已经不在了，或者是你想寄但是没有勇气寄出的信，有一样抒发的管道，那你可以投那个。你怎么了？哦，这怎么光看名字我就想哭了？你好，很懂哦。对啊，这光看名字就是，对啊。是不是会写这种卡片的人字都要很漂亮？你现在犯累了吗？他们上面的字都好漂亮。你刚刚没跟我说那是蜘蛛这么大只？很大只啊！你我刚刚那边咬到超大只的蜘蛛啊！这就是
大自然，哎，你把手放过去比一下比例给大家看好不好？我害怕。我早上6点的时候已经去拍过一圈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知道早上出去最大的乐趣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就是你可以看到蜗牛在交配。